想起那就，哦，畜生啊，真的，不是智商有问题，不是脑壳有问题。那裤子拉起来，咱还挤了一坨出来。那就上班了。业主发现，然后我们就去吊监控了。他们是他的出他出来了，他也跑进去了。啊，打电话，他们说是他们那个员工好像是有点精神上有点问题。他们说现在那个他的病情结果还没出来。他们说是他们是第三方委托方，不要求他们带着那个他们公司的致歉函过来给业主道歉。